咱就玉山，咱就真水的山，咱就真水的海。咱看台湾西一面啊吼，全世界所有海洋，你去海边去看风景，拢看有。啊，西一面偌久？三天。吼、哦，啊，你若去澳洲，讲我台澳洲要西一面，哦，你着钱开济个吼。咱山顶嘛真水，有瀑布吼，这十分了吼。咱嘛有山顶真水的动物。那地质，英国人爱赏鸟的，吼、哦，爱看鸟啊，去观察鸟啊，去欣赏鸟的人，有一个协会，因愿意一个人开10万块，啊，租一个团来台湾，来台湾请导游传去看啥？南富鹇，南富鹇是台湾的特有种，啊，迄鸟嘛含即足共色的人，嘛蓝色的，足水的，南富鹇这款鸟足白目。阮伫山顶，我嘛曾经伫山顶做研究的时阵，啊，拄到这款鸟吼，哦，足白目，你若地无啊吼，伊拢会飞，甲你飞起来，哦，互你捉啊，爱叫来无啊，甲你等，互你捉，哦，所以台湾咱富鹇足高怪啊，啊，足特殊的鸟，英国人因愿意一人开10万块，组一个团专门来看这咱富鹇哦，啊，所以咱台湾有足好基础甲条件来发展这個。咱海底，吼、哦，咱珊瑚礁，垦丁啊，吼，可能爱封封起来吼，好恢复一段时间，到都啊变作存在水。在倒位，这是绿岛。咱还佫有绿岛佮南苏啊，这两个所在啊，珊瑚礁佮保存下足完整啊。啊，这英国有无？啊，我定提英国，就是因为我是伫英国读册啊，吼。我对英国有一个啊足大个啊怀念吼，即就是英国迄个一个足有名的巨石文化留落来遗迹，叫 Stonehenge。台湾有无？咱台湾有穿大只船？哦，恁大家摇头表示你对台湾的古文化无了解。咱台湾有，我介绍大家去看一本册，就是何显荣教授所写的《台湾就是古文化的发源地》。这本书，台湾有来去台东，啊，之前啦，到尾啊吼，拢去有遐关注民啦吼，而且国民党摕来做建材，即石啊，拢嘛摕来做建材啊。恁看一本书吼，伊是台东的啊，卑南文化有证，啊，只是个剩两支，吼、哦，伊本来嘛是按一支采购一个人口安尼哦，台湾嘛有。啊，只是啊吼，拢无去甲注重，啊，加上中国人来遮统治，伊就是要互你袂记得你的过去，包括即卖啥物课纲微调，就是要互你的过去的认知和事实无共款。这是英国的砖卡，啊，你若去台湾的砖卡，你看到啥？哦，较紧卖伫遐住，爱甲你的都市，因为遐无 seven。我伫英国行行。我讲哦，这是不是特殊出来？不是呢，在英国凊彩四界拢是这款的景致呢。啊，你出去散步，你会感觉你是换一个人的世界。啊，在台湾呢，哦，砖卡就乱啦、垃圾啦吼，啊，就哦，无法度住。在台湾真有名的古迹，咱台湾古迹大部分拢是庙，啊，庙就爱拜拜、烧香，烧香了，所有庙拢乌嘛。过年，大家拢爱去拜庙，搁手头香哦，我就感觉这上解无聊。台湾啊吼，我感觉剩佛寺啦，佛寺里面啊吼，我感觉讲啊，较舒服。啊，去一般的庙啊，人家拜，啊，拢用个暗蒙蒙。过年，我和我妈妈去拜拜，我拢伫门口，伫庙伫遐外口先啦。我敢互迄香啊吼，熏一下我就唔敢哩。啊，大家伫遐装啥？这本来足水的艺术品，这庙面顶有足特殊的迄藻井，迄是足精致的雕刻，但是拢叫香熏啊乌嘛嘛，你举头一看，你有看到啥？无呢，乌嘛嘛一片。这就台湾留落来的古迹，这就这阵人住伫遮文化所产生的结果，虽然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伊的艺术的感觉，你含日本人留落来。这款看起来咱艺术品的古迹，完全无同款的感受。啊，英国嘞，
英国真济无共款的古迹，这是一种。即伫英国个 Reading， 你定定去参观啊、旅游团，伊会去带你看这個，你讲无聊。啊，即导游是创啥？带你看破厝。即个古堡啊，吼，伫伫迄尼斯湖，因为我昨甲看到讲尼斯湖已经近十八个月无出来甲大家拍招呼，毋知听有遐未？这是尼斯湖的湖畔，我迄阵去佚佗，我甲翕起来。我感觉这足特殊，伫英国虽然古迹已经拢废弃啊，但是伊透过一个英族，你讲即个人，即是迄个尼斯湖，迄是伫海兰伫苏格兰的足北边，伫迄个伊门内斯迄个所在。啊，迄苏格兰，你看一个人徛伫遮，但苏格兰伫本位，哦，我甲你讲，迄英族的景致啊吼，看袂到，拢走位你脑海拢浮出来。啊，伊透过遮个相片。透过一个英族，一个文字，甲你讲这个故事。你这只英国人，你随和这块土地、生命连接做伙。你感觉哦，阮这块土地过去有发生甲这一公营的历史，虽然即卖变安尼，但伊透过一种英族，其实你去的时阵，你的脑海内底会浮出来哦，英族足欢迎的时阵，这就是文化的英族。所以不是敢讲哦，你去一个足水，让人入去看，安尼参观行过，不是。虽然这个所在已经破去啊，已经废去啊，但是伊内底历史，是这文化的核心的价值。啊，透过一寡客观的营造，你会感觉讲，这个所在有来参观的价值，有来感觉讲你祖先行过的所在，你的生命就和这块土地会连接做伙，一代一代传落。袂感觉伫台湾，你甲含台湾无啥关系。看伫台湾烂去，你着去做美国人，无你做加拿大人，你着无迄款感觉。英国人爱伊个国家，就是伊慢慢透过历史、透过古迹留落来遮个连接，互你感觉你是即个国家个人。即、這个就是伫 York 啊，真有名，是市中心个一个古堡叫 Cliff Town， 啊，即足悬。英俊的罗马人拍来全英国人最后啊，拍灭也拢走来遮边，哦，啊，这个所在真水，啊，这卖讲五百年，超过千年吼，啊，每一年拢一只有一个啊，大概十月时阵，九月底十月有一个 bonfire 烟火，啊，伫庆祝啥？伫甲英俊罗马人来进攻啊，英国人安那抵抗，啊，再做一个行动剧。啊，包透过烟火，啊，搁音乐，把这个英俊一只发生过的代志重现，哦，即卖囡仔有看到哦，本来是足血腥的场面，变作一个足趣味的嘉年华。啊，内底啥？我当去是因为要收钱，我做学生较无钱，逐天伫外口看。有一天将很好，我定要入来看，入去了，哇，空空，内底无物件。台中空港物件搬了了，到一个空间安尼，像啊台南的义在精神，迄炮台中拢空空。啊，但是你甲看这足有历史的价值，虽然毋是像啊足精致的艺术品，但是这个伫英国来讲，伊甲古早时代留落来物件，透过营造，透过一个节目，互你和当地人的生命连接做伙。诶。在伦敦的街头啦，哈，啊，这是商业区哦，这是住宅区哦，啊，伊这伫伦敦的街头，你看有遮水的教堂，啊，这倒，啊，绝对是台湾，因为，哈，看这字就知台湾，啊 ，AM 时看你讲啊，袂歹袂歹，真水真水，来，你起来看，我伫英国足少看到坎巴。伫美国，我去美国时，我嘛看波兰，伊有看板，但看板拢搭伫个壁顶。哎，这是台湾人个性吼，充分的展现，都唔惊人唔知你伫倒，惊人唔知我伫遮哩哦做白做物件。啊，所以大家看板都要猜出来，你猜伫遮，我猜比你较悬；你猜遮，我来捅出来。我死啊！规个街仔路，因为做生意的概念就是讲。我用扛棒，予人知影我伫遮咧卖啥。
我伫英国时，我要买物件，我哪知买台买，我就去掀 Yellow Page， 就是咱即个电话簿啦。咱只电话簿用黄个嘛，伊即嘛讲黄页有无？黄色页，黄页 Yellow Page。我即个倒来台湾嘛是共款，我即个买印一个物件，要创啥？我哪知影？我住个附近，啥有咧卖？当要掀电话簿啊，掀落了后，你啊，尤其有伫遐摊广告个，通常拢较大间，啊，咱去啊。广告摊愈大，表示伊愈啊规模愈大，来找伊就无唔对。咱哪有小姐？哦，你真正听我做歹嘴外口顺讲，我只要买印一个物件去顺哦。只要你做生意的概念改变，你就感觉你无需要甲摊贩捅出来、捅出来、捅出来、捅到大路中。咱要改变这個，必须要为做生意的概念开始改变起，无你绝对唔甘愿人讲。啊！你甲我讲，我做扛棒啊，我扛棒也无安尼，人也无看的，我著做无生意啊。人哪，人唔知我遮咧洗相片啊。哎呀呐，全部拢走你伊个 page 内底，你无需要安尼啊。因为即摆人哪有可能，我都会徛出来巡讲，啊，要洗相片，要来巡啊，都有相片店。我有一届嘛是戆戆去找秀学校的，找半我找无咧，半摆嘛是去掀电话簿啊，去甲迄间找出来。所以后摆。咱要改变，咱嘛感觉大家拢感觉这无好。全世界扛棒做成拢伫台湾，南北国拢无扛棒，扛棒拢走来台湾。是安那？因为咱的观念就影响咱的行为，影响咱伫生活的习惯。啊，所以只要观念改，做生意免安尼做。你就袂大家小声讲，哦，你一只我比你较悬，啊，你只我来捅较出来，无需要竞争，啊，无需要竞争了后。咱个都市个景观就用改变，啊，这代表啥？代表一个落伍、落伍个民族、落伍个国家，解安尼？伊毋知影利用媒体，毋知影利用其他个资源，家己安那收钱，这是上解原始个方式。咱原始个人，我哦要相拍，从拳头顶争，但即马敢有拳头顶争？嗯，是一个飞弹飞去，你就去爆掉个。所以咱呾爱开始要变成一流个国家，咱来知影，咱含一流个国家差偌济。差甲定观念，拢爱基本来改起。啊，搁咱台湾的聆听他，台湾的聆听他是日本时代对咱即款啊亚热带的气候所设计出来一种建筑方式。比如讲，咱常常有西北风，啊，你伫外口，你敢毋是讲哦，即、這个梅雨季节，大家拢配一支伞，毋是不少是雨伞，因为不管是倒落雨。啊，为着不管是落雨，所以日本时代设计台湾的建筑都你要聆听啊它。啊，落雨，大家用走聆听它避雨。啊，即款的观念，结果变成即马聆听啊它变成伊个，伊咧停车，伊咧卖物件，伊咧摆摊。还讲你袂使摆，你安尼摆啊吼，影响交通。因为我无摆，我是要安怎做生意？咱啊，去年第一届寒流来的时阵，伫高雄有一间迄、那个啊。就无啊！伊生理好干吼，把伊个桌顶摆到慢车道，警察来处理讲，哇、哦！你过分啊，摆到慢车道来啊，当咩鬼？啊，我哪都生理好啊！啊，人要食啊，你要叫咩啊？无你罚啦，罚到会好啦。哦，啊伊嘛是摆到慢车道去，台湾哪都爱安尼不？所以这全部，咱若讲安尼无好，要安怎改起？安尼无好，咱要变作像。伦敦变做像东京，还是美国去看咧街路的景观，要安怎改？你若无为观念改起，大家一定甲你抗争的。讲你无好安尼，我要做生意，其实安尼嘛做无生意啦。你若无透过这款网络，那偌济人看得到，嘛经过人才看得到尔，那毋是？你若透过网络，吼有媒体，啊透过迄个 Yellow Page。就足侪人唔免来遮，伊嘛知影你只有一间店啊。所以观念的改起，其实是咱执政了后一个足重要的工程。大家莫搁用永存的思考方式，讲无安尼人唔知哦。过来咱讲国民的能力。好，有一天有一个人去咱台南州啊来拜访，我讲你台湾蛮高高，我逐年拢有足侪发兵奖。你伫美国？美国敢有你计较者？无人美国人讲，哎、欸，奇怪，啊，咱台湾人真正比美国较厉害哦。啊，台湾人哪无 Apple， 但美国有发明 Apple， 发明奖，
毋是咱要追求的目标。咱追求的是啥？啊，世界影响上大，有法度代表一个国民的能力是啥？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全世界有几个国家有才调，因的科学家会用摕诺贝尔奖？无几个呢？好，无几个，这就是咱的目标。哎，上下到几点？40分，40分是下课嘛？哈，好，我剩5分钟。啊，所以咱的目标不是讲哦，做些化兵将出国比赛得金牌，倒转来得台湾之光。你阿看美国、日本，够有人跟你比这個？无呢？但是每一届诺贝尔奖公布出来时，拢是世界大新闻。啥啦？因为诺贝尔奖就是讲你的发现。有法度改变人类的生活，这够好，就摕诺贝尔奖。咱台湾虽然讲细小，但是咱台湾有迄个能力无？有呢。咱台湾人出一个李远哲呢，所以代表咱台湾的塔克绝对有摕诺贝尔奖的程度呢。这是啥？环境无配合。咱来营造一个环境，让咱台湾人的智慧有法度发挥，咱绝对有法度。甲世界一流国家来比拼，摕诺贝尔奖，咱唔通摕到这就满足讲哦，咱有搞哦，囡仔真搞哦，这作者拢骗人。我遮是大学教书，我知影这作者拢骗人哦。啊，过过来，咱来讲人的素质，人的素质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人的素质影响所有社会地秩序哈、哦，这四点哈、哦，这是咱爱思考的。第一，自私，一个愈自私的社会，迄、那个国家绝对袂发达。台湾一直用考试，你考第一名，考第一名，老师会叫你来台顶讲，这是模范生，大家还没学。你考最后一名，啊，你去看如何啦？你考教。欸，教育感真正是安尼，人真正是考试考了无好，就代表一世人落魄吗？无呢，但是中国人都安尼甲你讲，啊，所以教尾啊，一阵成绩好，足骄傲，啊，读个底赛，啊，因为着要争取着迄个第一名，所以安那伊要读书。我一个老师，伊个查某囝啊，读北一女。高三的时阵，伊和伊爸看帕拉克，讲你一定爱我看连续剧最后5分钟。伊讲，你去读册啦。伊讲袂使，一定爱我看最后5分钟。连续剧看最后5分钟有啥物意思？伊讲袂使，你一定爱我看。是安那？伊明仔载去学校，同学伊讲，迄阵读到几点？无啦，就咧读册，含班捌读册。啊，你哪考？啊，我也知。啊，你哪考？成绩好？我唔知呢。啊，都无读册嘛，自然遐。啊！昨下个连续剧做啥？全班拢讲最后5分钟，其他45分钟拢家己去编。哦，这种话题大家心知肚明啊，大家当面拢谈到2-3点，但记当是拢个顶讲无啦，食咧读册，加落唔爱读册，哇拼啊！啊，无读册啊，昨电视做啥？所以一定要看最后5分钟啊，无人大家拢无老讲，今日无老讲，啊，恁今日个昨读册含班。这就是自私，人英国人、美国人自细汉就养成伊 teamwork 团队，你的成绩就是恁这大家人共同的成绩。内底你够厉害，其他人拢互你挡唔着。啊，唔是讲哦，你厉害，哦，人家救出来，恁只人笨蛋，恁只废物，伊唔是安尼教育，所以唔是安尼教育了，伊才袂自私。啊，因为安尼教群体的概念，大家该合作，该合作，教好多。来发展台湾的未来，啊，所以安尼到我都有一个胸襟，啊，有迄个逻辑的能力，来思考要安怎做较好，啊，所以最后啊，咱来讲要成为一个一流国家，有两项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讲美学的教育，你敢欣赏水的物件，你的生活就袂啰嗦，你就袂感觉迄种砍棒安尼，你感觉吼关系袂歹袂歹，好安尼真精彩。你就感觉讲安尼无好，咱来改。阿咩啊改？你就一个理性的教育，咱就一个理性，咱就知影要解决台湾的问题，绝对袂使用情绪讲，啊你白住伫台湾住，
住较久，阮阿公也住遮，阮阿祖也住遮。台湾是我的，就袂爱乌白富。咱就知影，咱有理想教育，咱就要思考哦，台湾这块土地，伊的法律的地位、主权的真相，咱透过这法律程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好，今仔日我大概介绍到遮，多谢大家，多谢。